白府骈真，千祥云集，岂不从因治中得来者哉？这是文昌帝君阴骘文的最后一句，是一个总结性的一个结语啊。这是举出你修福修善的成效而言啊。总收全篇阴骘文之结局，与前面的广行阴骘上格苍穹遥相呼应。百福就是比喻多的意思，很多的福报全都过来了，千祥很多的祥瑞都像云一样聚集了。这些百福千祥的云集都是从你修阴德当中而得来的啊。所以谈百福千祥，统而言之说你获得的果报之丰厚啊。那你这是总的概括，如果具体的去分辨的话，就是前面所讲的种种的这种止恶修善的行为啊，行实施之方便呢，你有行实施之方便，就有方便的福祥啊，有做种种之因功，就有做因功的福祥啊。你修的善大，你的福祥就是福德吉祥也大；你修的善小一点，你福德福报和吉祥就小一点啊。这一点也是如影随形，如响应声啊，而非常快捷啊。就像你击鼓，你只要一击马上就有声音啊。所以这个阴骘文有个核心的字眼，如果用现在的写论文就叫中心词，中心词就是阴骘。在这短短的544个字里面，这个阴骘出现过两个地方啊，两处。前面开始谈文昌帝君自己的修行，就谈到广行阴骘上格苍穹啊，就是广泛的行持阴德啊，来对上感格天心啊。所以广行阴骘上格苍穹是文昌帝君自己以身垂范立教啊，自己汇报自己这个一世大夫身啊，这样的福德获得的功效是由于广行阴骘啊。那最后这句话谈到百福骈真千祥云集，也一定是从积阴德里面过来。那么这是文昌帝君鼓励这些读书人啊，也就是我们啊，读书人作为我们代表啊，一切啊这个儒佛道的这个修行人啊，都要仰体效法文昌帝君的这样的心行啊，也要以上格苍穹的阴德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。这里举出四个故事啊，主要第一个故事也主要是谈天竺国啊，频婆娑罗王有位大臣啊，他所享的福报是天人的福，比国王的福报还来得丰厚啊。国王一看，我大臣家里用的啊，这个什么都比我好，当然就有点不平衡啊，甚至就想把他占为己有啊。谁知道这位大臣啊很有福德，你的国王的宾利过来了，他里面走出一个大力士啊，很高大，举住那个黄金的杖一挥啊，40万的人马都给他跌倒了啊。他有这种保护的力量，
所以这国王一看，知道是他的福德所致，不可以用国王的势力来夺回，才把兵所撤了。那这个大臣也是由于以恭敬心供养三宝所得到的天福。